呢啲太多係咩？唔係散亂啊！係咯，佢整咗咯。我唔係一點點嘅，我係條條嘅，未做得好啊。花嘅形態 OK 嘅，花嘅形態 OK。似啦，唔係唔可以咁樣。荷花有個中通外直啊嘛，不蔓不枝啊嘛，外直啊嘛，直少少，攣嘅得唔得？佢唔係楊柳啊嘛。呢個係咪啊？大一啲啊？都係唔夠大，唔夠。同埋呢啲點解會兩條嘅？一條啫嘛，點解你會散到咁樣兩條？係咯。淨係一條嘅啫喎，記住淨係一條啊！顏色方面稍微死板咗啲，唔夠深啊！應該深嘅紅色嘅地方唔夠深。嗱，你嗰個朱紅唔係唔係朱紅，柱紅要再深啲。再深啲。嗯。盡量唔好用呢啲紙啊！唔好咩紙都用下，用翻啲係啦，即係畫畫嗰啲嘅紙好啲。嗱，都係會塗改，唔好咁樣塗改。未得著啊，仲需要再練下，未可以即係好，要再熟啲啊！顏色好深啦，邊個嘅呢個？應該有圈嘅，唔係圈嚟噶，應該點嚟咯？應該諗呢啲啊，真係要做得好啲啊！佢成個嘢咧，個花嘅須嗰啲嘢咧，其實喺周圍出嘅嚇，咁所以就係話你其實。原來佢係咁樣樣啊！即係如果冇荷花嘅話，咁樣嘅嘛，佢係咁樣，即係咁樣樣嘅嘛，咁樣係咪啲須係其實係咁樣出嚟嘅嘛？呢個位嘅嘛，即係呢啲位出嘅嘛。嗰啲花嗰啲須嗰啲嘢 ，OK， 所以佢出嘅時候其實係一條、兩條、三條、四條，圍住呢嚿嘢，五條、六條、七條、八條，咁樣出，然後喺呢啲須嘅上面有一個，成個就其實一條嘢上面有啲花粉，兩條嘢啲咁樣，一朵花啊，一朵花，其實係咁樣嗱，花瓣理論上啊。花瓣，跟住呢度有個嘢叫子房啊嘛，即係等於女性嘅子宮啊。花瓣呢啲位，花瓣、子房呢一個叫柱頭啊。嚇，呢啲就係雄性，佢雌雄同體噶嘛。嗱，呢啲叫花粉，嗱呢啲叫花柱，花粉就呢啲啦。咁啲鮮豔嘅顏色咧，令到啲昆蟲咧，蜜蜂仔，譬如話，嗨到呢啲位花粉，呢個係公噶，花粉就係男性嘅精子咁解嘛 ，sperm，OK，、okay? 精子，蜜蜂、蝴蝶掂到嗨到只腳，又有嗰啲腳有勾勾嘅嚇，嗨到呢啲花粉傳到落去呢個位，唔覺意嗨到。那些花粉入了去，這個就是女性的子宮，入面有些卵子，我們叫即是這樣，一塊、兩塊、三塊這樣入了去，這塊東西將來就變成一個果實咯，即是花粉不見了、okay? 這塊東西就好像個女性的 BB 這樣大了個肚子就變成這樣咯，蘋果的位置在裡面咯，就是這樣咯，明白意思嗎？所以這塊東西其實就是大肚婆的這個周圍那些一條條的就是那個雄性的精子或者叫花藥，我們叫藥，即是花粉，這些東西嗨到裡面一粒就是那些生出來的，是這樣的，就類似這樣，所以你記住就是說那個蓮蓬的蓮子就是這裡這樣出來的，是吧？如果你說整得這麼散亂那就不好看，不夠力，我們做的時候這些是要停或者向上跟住先至，咁呢啲就係黃色嗰啲咯，啊呢啲就係墨紅嗰啲咯，就咁嘅意思。有研究噶，嚇、
未摘嗰啲橙子啊，乾得滯，即係稍微乾咗少少。啊，咁個形態就唔好睇啦。呢下應該係下邊先好睇。嗯，擺開啲先嚇。呢個邊個㗎？唔知邊個。太細朵啊，唔好咁慳，一定要畫大朵。我個稿幾大，你就要幾大。如果你細朵咧，你做唔到嗰個筆法個手勢，即係等於我畫支竹，譬如話，如果我畫支竹係咁大，即係咁長嘅，咁樣你話俾我聽，我畫咗咁樣唔得啦，梗係我要試到你個筆力啊嘛，個手勢啊嘛，係嘛？如果你畫得咁細，咁畫嚟做乜嘢？所以你一定要畫得大，顏色靚嘅，花嘅形都靚，但係唔夠大。嗱，又係啦，好散啦，呢啲位。看不到了，是吧？嗯，漂亮啊，花，畫的花很漂亮，花很漂亮，但是那個花很漂亮，但是就那個中間那些都沒畫，沒時間，稍微禁得久一點點。有時間先要畫，如果畫到一半冇時間，不如冇畫，永遠記住啊！太緊，咩意思呢？當你畫呢啲嘅時候，如果你想畫得佢靚，起碼有一樣要做嘅就係將佢畫得鬆少少。咩意思呢？即係咁樣。咁樣喺呢邊出嘅，嗯，啊，或者喺呢邊，咁樣樣喺下邊出嘅，咁樣過嚟，就唔係好似個波咁樣啊，就唔好睇，就係啦，呢嚿嘢就係好似野草咁樣啊，係啊，同埋個紅都嚟太過混濁。呢啲顏色應該越嚟越淺嘅嚇，爭啲，仲畫到咁大個？一定要做到佢稍微，嚟嚟中間嗰個係咁樣樣，係嘛？你有啲咩？咁樣過嚟，我都唔夠放啊！真係，你咁樣望落去，佢唔係一個波啊嘛，係嘛？就咁樣嘅意思，咁樣就睇，即係嗰個感覺就生動啲咯，咁樣走睇啲。總之你冇咁樣樣啊，就呢個拉出嚟。嗯，知道知道。唔該。嗯，啊幾好睇，呢個唔錯啊，太乾，有力啲。同埋側風咗，冇側風，一定要正風。啊，你要有啲嘅，譬如話。是吧？都是散的，這些東西都是散的，大家都做得不夠整，不要整個變形的，扁的要，扁的，太粗。好，講講啊。